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变成了萝莉，只因我收下的五个女徒弟个个都是武功高强的变态痴女。做起事来堪比榨汁机。为了保住我岌岌可危的两个腰子，我毫不犹豫就一口喝下了转变性别的魔法药水。想当年，我作为光明神的象征降临这片大陆，坐拥无数教堂和信徒，靠着无穷无尽的信仰之力，从百草园砍到三位书屋，几乎把整片大陆统一。妖鬼邪祟更是退到边境之外，不敢再犯。 可惜这两年突然就和主神断开了联系，自身的法力不断的消散，再加上五个徒弟疯狂吸食我的精气，我自知这个位置已经坐不下去了。魔族的那些人知道以后，必然要一举攻入帝国，我也是时候该隐退起来了。顺着最隐蔽的小巷，我一路走进了神秘炼金商店。老板，我定制的改变容貌的药水到交货时间了吗？老板娘一脸妩媚的看着我。 当然了，客人您请稍等。此刻圣殿泳池中有五个容颜绝世的女子正在沐浴，大徒弟心爱被二徒弟水如子直接壁咚在墙上。一向淑女冷静的水如子此刻也是不耐烦的询问心爱师傅的行踪。五徒弟看着眼前刺激的一幕，脑海里不自觉的对师傅浮想联翩。三徒弟封堂看着脸红心跳的茯苓，直接就从后面抱了上去，还在旁边不停的输出少儿不宜的知识。这时心爱和水如子投来了一个冰冷的目光。我说你们很闲吗？是不是师傅不再最近过得太滋润了？三徒弟一下就躲进了四徒弟木木兮的怀里。不愧是我所有弟子 里心胸最宽广的女生木木兮一边安慰两个萝莉，一边退出了这个修罗场。水如子开口说道：“师傅最近总是有意无意的躲着我们，这次倒好，直接就消失了。你最好老实交代师傅失踪和你有没有关系。”心爱也强势的捏住了水如子的脸。既然你自己都察觉到了师傅不对劲，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他的问题？这么关心师傅，怎么不自己去找找呢？别总是用你的脑子去揣测他人。水如子一时之间也开始怀疑，似乎心爱真不知道师傅的下落。可这正好就是心爱的圈套。经过前几日的调查， 师傅啊，师傅，要怪就怪你自己把弱点给暴露出来了。今晚我就要让你变成我的宠物。就在另一边，我竟然直接从高空坠落下，真是可怕。现在连最基本的飞行术都不能维持了吗？还好我的药水没有摔坏，没想到我堂堂神明化身也要改头换面，苟且偷生。好在现在还有五个功法高强的徒儿能够保护我的后半生。只是最近光顾着定制药水冷落了大家，这个时间还是偷偷从后门回去吧，免得引起众怒。 结果我刚刚推开大门，就看见了大徒弟心爱已经蓄势待发。卧槽，大徒儿，你这是要干啥？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被迫转性成萝莉，只为躲避我那五个如狼似虎的痴女徒弟。大徒弟心爱更是日夜不停的调查我的状态，得知我法力消散之后，直接把我堵在了城堡大门。师傅，人家等你等了好苦啊！你终于是回来了。我慌慌张张的扭过头去，这个该死的逆徒何时已经变得如此大胆？ 这大徒弟本就是魅魔出生，再加上这么妩媚的话语，我已经血脉喷张，快顶不住。话说师傅，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？徒儿可是很想你哦。心爱趁我没注意，直接就把项圈戴在我的脖子上。我的好师尊，这下你就逃不掉了吧？可恶，你这个逆徒！欢迎师傅回家就拿项圈套着是吧？再这样为师，可就不客气了。心爱闻言反倒是露出了一脸戏谑的表情。师尊，您这是在迁就徒儿的胡闹呢，还是根本就已经无力反抗徒儿了？要不然您为什么自始至终都是在用肉体反抗？一点法术都没有施展，我不禁心头一颤。坏了，这个家伙肯定已经发现了我的事情。下一秒， 心爱绝美的脸庞就凑到了我的面前。您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徒儿身边做徒儿的乖狗狗吧，徒儿不会亏待你的。我立马就指着后面大喊：“水如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”心爱当即就锁紧了眉头，随后又光速变脸：“水如子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在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心爱才发现身后根本就没有人，而且我已经趁着这段时间的功夫逃走了。我一点时间也不敢耽误，立马就掏出了变身药水。没想到这一刻会来得这么突然。 即使是我这样强大的男人，在此时也是犹豫。毕竟炼金师老板娘说过，只要喝下药水，就再也变不回男儿身了。突然，一柄重剑直接就穿透了地面。心爱一脸潮红的看着我逃跑的方向。我的好师尊，你真以为今晚能够逃出我的手掌心吗？坏了，这个家伙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吗？看这个样子，今晚要是给逮住，十个腰子都不够用。下一秒，我拔开瓶盖就一口气全部喝了下去。突然间，我只觉得心脏剧痛，随后吐出一口82年的老血。 这个药水不对劲啊，为什么会这么难受？这个死妖婆不会卖的是假药吧？我的身体似乎是变小了。话说两腿之间为何变得空旷？身上就好像有火焰在燃烧一般炙热。心爱这时也感到了我的面前。可恶，这个小孩身上为什么会有师尊的味道？话说这个小孩似乎和师尊有几分相似。卧槽，为什么胸口还是软的？这时我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睛。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成了萝莉，只为躲避手下五个如狼似虎的痴女徒弟。结果没料到， 变成娇小萝莉的第一个晚上就被大徒弟奈西压在了身下，贞操不可。圆月当空，夜色已深。此刻一间富丽堂皇的卧室内，虽然我已经醒来了，但是还处在一阵晕眩之中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话说是谁在压着我？勉强坐起来后，就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。这是谁家的萝莉？怎么这么可爱？难道说……卧槽，老子我硬邦邦的胸肌跑哪去了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说连我的兄弟也……糟糕，这个杀千刀的老板娘，我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连我的兄弟都杀。 此仇不共戴天，还有这个奈西为什么会睡在我旁边？现在处境危机，没想到我堂堂神明化身会落得这个下场。看来是昨晚晕倒之后被这个逆徒带回来。现在没有魔力傍身，简直是太危险了，必须在他醒来之前逃跑。我的脚才刚踏出两步，就听到身后一阵轻笑。小家伙，你是想逃到哪去？
这副孱弱的躯体竟然被人轻轻一拽就倒在地上，完蛋了！看来必须直面恐惧才行。我昨晚好不容易把你救出来，你现在倒好，连句谢谢没说就打算逃走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恩情的吗？犯困子小鬼，可恶！这个逆徒到底在说什么？犯困子又是什么东西？真当我是好惹的事吧？你这个逆徒，我看你是右欠收拾了。为师平时是这么教导你的吗？这个语气让奈西浑身一阵酥麻。随后我的巴掌一个接一个的招呼下去，我让你给为师套项圈，我让你态度嚣张，欺师灭祖。什么犯困子？ 随便乱取名字，当为师是你领养的小狗是吧？奈西两眼泪汪汪。不是，你身上带的瓶子写的不就是这个名字吗？我也是好心把你带回来，怕你被坏人带走。哎，那个药水瓶子上的古语难道被这个蠢蛋当成我名字了？可恶！这么说来，难道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吗？下一秒，奈西回过神来，咬牙切齿的咆哮：“你刚刚说逆徒和为师是什么意思？我师父可是这片大陆的传奇，所有人都敬仰的神明化身。你这个小鬼倒好。” 居然还敢自称是我的师傅！刚才那个惩罚动作居然还让本小姐失神了。魅魔小姐，你先等一下。既然我们都不认识，你为什么还要带我回来？怎么了？还要装傻吗？你这个小鬼天生魅骨，你难道不知道你这副身体会祸害苍生？当然了，本小姐带你回来也是为了保护你。作为交换，你就一辈子留在这里吧。这个奈西在说什么？可恶，耳朵被吹得好痒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小丫头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什么狗屁天生魅骨？我是不可能屈服于你的。 就在另一边，二徒弟星野兰出动圣骑士军团巡遍了附近的所有村庄城镇，也没有发现我的踪迹。奈西那边有什么异常吗？他最近在古堡做些什么？身后的小修女紧张的回应：奈西大人这几日没有出过古堡，但是古堡的守卫增加了不少。就算是我们的线人都很难传消息回来。师傅消失至此，这个妖女真的会坐以待毙吗？可恶，不对劲，此事必定有蹊跷，只怕是被这个妖女瞒天过海了。冰糖，立刻派圣骑士前往古堡，不要放过任何风吹草动。该死的妖女，你到底是藏了什么秘密？ 明化身的最强男人竟然转性成了白毛萝莉，意外转变成了人人贪恋的天生魅骨。结果才第一天就被徒弟压在身下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，一时间我自己也近乎失去了意识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刚才那一幕幕疯狂的画面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可恶，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受控制？你，你这个逆徒对本座下了蒙汗药是吗？奈西马上就堵住了我的嘴巴。你自己天生魅骨，被注入魔力之后，自然是这个样子。别这么大声说话了，刚才运动了这么久，你这个小身板肯定也饿了。你在这等着我给你准备些食物。现在变成了人见人爱的 体质法力还完全丧失了，这下可惨了！本打算安安静静的度过后半生，看来是不可能了。现在这副模样，要是让人知道我就是神明化身国家的传奇，那岂不是要被人给笑掉大牙？奈西应该不在这附近，先逃跑再说。等自由了，肯定有办法摆脱这个窘境。突然，一把飞刀破空而来，直接定在了身后的木门上。我刚想开口解释一下，又有疾跑飞刀冲了上来。犯困子小鬼，你这是想跑到哪里去啊？ 什么跑？你别乱说呀！我只是在到处逛逛。行吧，那正好你把这碗饲料给吃了吧。奈西丢过来一碗盛是饲料的不明液体，这是本小姐赐予的晚餐，你就心怀感激的全部喝掉吧。卧槽，这碗东西看上去就不像人吃的，还说什么饲料？这个该死的逆徒真的把我当成是宠物了吗？看着我犹豫的样子，奈西一脸坏笑。怎么了？犯困子还是个挑食的小孩吗？看来要我亲自喂你才行。说罢，奈西一脚直接伸到了碗里，来吧，把我脚上的粮食吃干净，这可是主人的恩赐。怎么了？你难道还敢违抗我的命令不成？ 可恶！我的徒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刁蛮无理？我身为神明化身，难道真的要吃吗？看上去好不卫生，吃了会不会拉肚子？但是不吃的话，又不像一个小女孩面对淫威的样子。算了，豁出去了。奈西突然就把脚收了回去，叫你吃你就吃，真是个下贱的小鬼！我顿时就一脸懵逼，不是你叫我吃的吗？我这个蠢蛋徒弟该不会精神分裂了吧？结果下一秒，奈西两手一挥，就变出了一桌好酒好菜。 刚刚只是在和你开玩笑，当当，这些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晚餐，看来是实锤了。这个该死的逆徒真的精神分裂了。等等，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这些食物里竟然全是我平时叮嘱爱吃和不爱吃的，难道说他是想借此来测试我的真实身份？刚才生气也是因为我做出了如此卑微的行为。奈西不耐烦地拍了拍桌子，怎么了？赶紧吃啊！还是说这么多好吃的都不合你胃口？ 果然，这个逆徒是在确认我们一家里的身份。但凡我下意识地挑着习惯吃起来，就要遭殃了。还真是人心险恶。作为神明化身的我，竟然差点就上当了。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成了白毛萝莉，结果第一天就被魅魔徒弟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因为奈西怀疑这个白毛萝莉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师尊，眼看差点就要踩进这个逆徒的圈套，我立马就壮着胆子走了上去。在主人用餐之前，我一个小小奴仆怎敢先吃？说罢，我就一把脱光了身上的衣物，还把各种山珍海味摆在自己的身上。不要脸的恳求奈西对我下手，结果这些卑贱的 举动当即就惹怒了奈西，你，甚至当着他的面哼起了小曲。毕竟我早就知道这个奈西有严重的感情洁癖，在他确定我的真实身份之前，所有的行为都只是在虚张声势。蠢蛋魅魔，也不想想我为什么能当你的师尊。此刻奈西也拿不定主意，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纰漏？这个小鬼该不会真的不是师傅吧？但是下一秒，奈西邪魅一笑，罢了。 就算是造诣再高的变身术，也不能改变肉体上的某些特征。说罢，他一把拍在桌子上。犯困子小鬼，我看你身上的衣物有些破了，不如我们换一套新的吧。
下一秒，他就朝我递过来一套贴身衣物。好家伙，这特么哪里是要给我换衣服？明明就是想掏我鸟窝了。很感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衣服已经很好了。我刚想逃走，就被奈西抓住脚踝。这怎么能行？奴仆就应该好好听主人的话。我猛地一个应激反应，就把奈西给扑倒。此刻奈西的小脸突然涨得通红，没想到他已经把手放到了天府之地。奈西猛地坐了起来，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，为什么会这么平坦？奈西还是不相信眼前的白毛萝莉不是自己的师傅。 之后他一把就掐住了我的脖颈，快点告诉我你是谁，为什么知道那么多还敢叫我逆徒？我立马解释道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弥迦利的妹妹呢？大家有话好好说嘛。奈西一把就松开了我，一派胡言，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师傅还有什么妹妹。你不愿意坦白也没关系，亏我还设了这么多陷阱套你的话。不过这个东西你总该认识吧？我瞳孔一震，糟糕了，这个瓶子怎么会在逆徒的手上？昨天晚上我准备孝敬师尊，就看到他转身喝了什么东西。等我追上去就碰上了你这个小鬼，我看你的样子好像有些紧张啊。 你可不要瞎说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瓶子。奈西缓缓说道，我已经把剩下的药水拿到研究所去分析了。但凡让我知道你是在撒谎，我一定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顺带提一句，药水今早就已经送到实验室了，也就是说我们后天一早就能得到分析数据。我猛然一惊，后天卧槽，这下可糟了，我不会被他强行榨干吧？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转性成白毛小萝莉后，却惨遭魅魔大徒弟的毒手。本以为逃出城堡就可以告别榨汁机的生活，结果才刚刚念完肖申克的救赎的台词，就立马被抓到二徒弟的手中。奈西回来的时间已经在即，幸好吃饭时被我偷偷藏了一根汤勺，现在没有魔法也就算了，连身体都是个白毛小萝莉。要是还我8块腹肌的猛男躯壳，挖穿这个破城堡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。再怎么说我也是光明神的化身，区区一座城堡还想困住老。 就在这时，古堡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，奈西看着报告，急不可耐地冲向我的房间。啪嗒啪嗒的脚步声直接传到了地底下。卧槽，有没有搞错？我才刚偷回懒人就回来了。这次要是被抓到，那不得被抽筋扒皮？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千万别抓到我呀！光明神在赐予我祝福吧。我弥迦利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。从研究所发回来的信件上说着，药水的成分太过复杂，或许只有送到世界最大的研究所才能解析出来。但是经过简单的实验发现，药水确实能稍微改变人的外貌。不过外观的变化不大。奈西才不管这么多。 最后一段话就是他想看到的，尽管没有得到100%的结论，但是我硬要说是解析出来了。范困子也不能怀疑什么吧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美食美客享受你，我的宝贝范困子。不对，应该说是师尊大人，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就在奈西推开大门的一瞬间，我也挖穿了地道的最后一层土。奈西看着空落落的房间，突然沉默。这个地洞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的范困子师傅怎么就逃走了？另一边，我感受着雨滴落在脸上的清凉，这就是自由吗？哈哈哈哈！我弥迦利终于是逃出来了。 负责看守的女仆当即就把头磕在地上请罪。最近城堡附近似乎多了不少神殿的骑士团吧？告诉你一件事也无妨，就连我师傅都不知道，也没有察觉。我可是名副其实的魔神之躯，下一秒我的大吼大叫就引来了附近的骑士。这个秘密没有其他人知晓，如今范困子全身都是我的气味，只要他出去就会被神殿骑士当做邪神带走。我不明所以的看着一脸愤怒的骑士，果然两人当即出手把我铐住。你这个充满魔神气息的走狗，老实一点跟我们回神殿接受审判。闻言我当即就怒了，不是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哪来的 魔神气息，接下来就是奈西和星野兰的最终对决了。不多时，我就被带到神殿之内。骑士猛地一把将我压跪，大法师，这个小鬼是我们从城堡附近带回来的，他身上充满了浓重的魔神气息。我们怀疑他是邪神的走狗。星野兰眨巴着眼睛说道：“魔神的气息吗？小家伙把头抬起来给我看看，真是可恶！神殿现在都这么蛮不讲理吗？我明明才走了几个月，待我看清来人就不淡定了。我超，星野兰，真的是你吗？为师找你找的好苦啊！我激动的一把抱住了他的大腿，这些蠢蛋把我当成魔神的走狗。 还把我一路铐到这里，快点救救我呀！我的好徒儿，骑士团闻言当即就愣住了。可恶，竟然敢对大法师不敬，立马把你的手松开。星野兰赶紧出手制止了骑士，大家先别冲动，待我确认一下这个小女孩的身份。下一秒，星野兰一脸温柔地看着我，不用害怕，你刚刚喊我徒儿，这么说来您难道是？ 以为逃出魅魔大徒弟的手掌就能安心养老，却没料到这个二徒弟更是个病娇吃女，二话不说就把我关进了地牢。星野兰一脸温柔地安慰我，不要害怕，您刚刚说您是我师傅，这么说来难道你是？想到和奈西的区别，对待我不惊红了眼眶。果然还是我这个温柔可爱的宝贝二徒弟聪明懂事。没错，我的好徒儿，本座就是高阶盛唐光明神在人间的化身，露米亚王国活着的传奇，也就是你的师傅弥迦利大人。 星野兰当场就听愣在了原地，可是下一秒，圣骑士团就忍不住：“你这个浑身沾满魔神气息的走狗，竟然还敢冒充弥迦利大人的名讳！我看你就是在找死！”星野兰立马就起身叫停了重骑士手中的动作。师傅大人法力高强，变个小女孩也并非不可能，只是光明神在身上的魔法烙印绝对不会改变。所以还请大家冷静一些。我用法力探寻一下便知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股冰寒的魔力波动就对着我疯狂冲刷。我这穿了几十年的新衣服，竟然就这么被光束瓦解。 待魔法波缓缓消散，我这才注意到此刻我已经是赤身暴露在众人眼前。这时，星野兰突然就向我伸出手。 别怕。
没事的，我只是在给你检查身体。后续辛苦各位骑士们转过身去，不许偷看哦。这下可糟了。虽然说不是奈希这个蠢蛋不会分辨纹路，星野兰可是我从小带大的天才魔法师，但是这几天圣痕先是经历了药水的侵蚀，还被奈希这个魅魔百般摧残，也不知道星野兰能不能分辨得出来。 就在这时，星野兰胸口的蓝宝石突然就迸发出淡淡光辉，下一秒，星野兰整个人都被一股强大的吸力牵引过来，这个感觉不会有错。圣痕竟然在呼唤我体内的魔力，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真的就是师父，这下可真是赚大发了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行了，我已经感知完毕了，辛苦各位骑士们，立马把这个冒充弥迦利大人的歹徒压下去，关到最底层的地牢。眼看刚刚逃出来就又要被关进一座监狱，我当即就破口大骂。 星野兰，你这个逆徒在发什么羊癫疯？你绝对认出我了吧？快别和师父我开玩笑了好吗？圣骑士看我还在口出狂言，立马就赏了我两个大嘴巴子。师父啊师父，没想到你居然主动送上门来，把你关进地牢里，其他徒儿就联系不上你了。咱们好好把旧账算算。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。不过他这一身的魔神气息是在何处沾染上的？据骑士所言，他是在奈希的家附近被发现的。难道说这个奈希真的是一尊魔神不成？此刻的古堡之中，一名女仆恭恭敬敬的俯下身子。魔神大人，那位大人又来催您了。 奈希闻言，唰的一下坐起身来。你说的是我父亲吗？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白毛小萝莉。结果第一天就被魅魔大徒弟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本以为逃出升天就能安心养老了，却没料到这看似纯洁的二徒弟更是变态中的变态。奈希在火炉燃起了一本魔法书，下一秒一尊高大的火焰恶魔矗立而起。奈希只是空洞的看着面前的魔神喊了声父亲。奈希，我的孩子，你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了吧？奈希闻言紧紧攥住了拳头，然后淡淡回答道：我没有忘记。那你为什么还没动手？ 你知不知道你的兄弟、你的族人还有你的父亲，我每天都被困在那个极寒的封印之地。这一切都是拜那个 baby 的男人所赐。父亲知道当年把你一个人送到他身边卧底，对你不公，但是现在也只有你能担起拯救族人的使命了。奈希冷冷看了一眼魔神的手，然后一把拍开。这些我都知道，我答应过的事情绝不会反悔。该怎么做我也自有分寸。今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就别来找我。免得神殿那边的人有所觉察。今晚我会想办法抓住他的。没想到此刻两人的对话全都被暗处的一个人听到。奈希，我就知道你不干净。 嘿嘿，今晚行动吗？就在另一边，我被扒光衣服扔到了所谓的地牢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我不禁感慨，现在真的是变成一个女孩子了。不过这里说是地牢，为什么看上去像温泉泳池一样？就在这时，星野兰一把推开了这里的大门。师傅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突如其来的一道声音让我虎躯一震，为师能去哪？就是瞎溜达而已。但是下一秒，我突然恍过神来，等等，你刚刚是不是喊我师傅了？星野兰，你是不是认出为师了？星野兰轻轻聊了一下头发，当然了，不管师傅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能认出来，真的是。 认出我了，居然还叫人把我打入地牢。星野兰笑盈盈地看着我说道：“师尊变成这个样子，肯定有自己的理由。徒儿总不能把这件事情昭告天下吧？不过师傅，你为什么没有在当时解除变身状态？难道真的和传言一样，您不会是法力不支，只能保持这副身体，不能再变回来了吧？”可恶，为什么星野兰现在说话也有一股阴谋的味道？我就不信了，这个乖徒弟还能不怕我？星野兰，你是在质疑为师吗？为师只是暂时喜欢上这个形态了而已。当然了，为师不是变态，只是好奇而已。突然，星野兰一把就把我抱了起来，真的是。 女孩子身上怎么能脏兮兮的？我这个做徒弟的肯定要帮您清理干净才行。再说了，师傅嘴上说着喜欢这个形态，但肯定不知道女孩子洗澡的方式吧？星野兰将沐浴露抹在我的后背，一顿揉搓，这样徒儿也好教给你我们女孩子清理的方式。这也是徒儿孝敬师傅的好机会啊！星野兰看着我，一脸受不了的表情，竟然无比享受，就是这样的表情。师傅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 这件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白毛小萝莉，这才发现自己从小带大的爱徒竟然是魔族的卧底。奈希见我毫无抵抗能力，狠狠对着我一顿凌辱。本以为逃出这个魅魔大徒弟的手掌心就能安心养老，却不料一向乖巧贴心的二徒弟更是一身反骨，把我从头到脚都折磨了一遍。师傅身体小小的也太可爱了吧！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白毛小萝莉，这才发现自己从小带大的爱徒竟然是魔族的卧底。奈希见我毫无抵抗能力，狠狠对着我一顿凌辱。本以为逃出这个魅魔大徒弟的手掌心就能安心养老，却不料一向乖巧贴心的二徒弟更是一身反骨，把我从头到脚都折磨了一遍。师傅乖乖，这样才能把脏脏清洗干净。还有脚上的泥垢也不能放过
接下来就由我为师傅好好按摩放松一下，然后就是一套行云流水的重击，这哪是什么暖心的宝贝徒弟，对我下棋脚来是招招致命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在暴打仇家，忽然星野兰冲我坏笑一声，好了师傅，最后咱们把这里也舒缓一下。喝完这些之后，星野兰一脸病娇的看着虚弱的我，如果师傅法力真的流失殆尽，那以后岂不是天天都可以让我欺负？我必须得亲自验证一下。随后他就从法阵中取出一瓶神秘药水，好了师傅，快起来吧，最后一步咱们把身体擦上精油就可以了。我费尽的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心想终于是熬到头了，不料这还是星野兰用来测试我法力流失速度的道具。师傅乖乖的坐在这里就行了，徒儿来帮你完成最后一步，然后你就可以永远留在我身边了。这是我才察觉到情况不对，为什么这个精油和奈西当时用的一样？星野
美色，竟然硬生生的把我藏在了他身下的水池。大徒弟为了能重新夺回调教我的权利，更是对星野兰手脚并用，企图让他暴露出我躲藏的位置。星野兰见到奈西心怀鬼胎的出现在自己的地盘，直接强行用腿把我夹在身下。我隐隐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，因为之前奈西在接触我这个形态后就变得非常奇怪。看着奈西一步步朝水池靠近，星野兰一副心虚的样子也不敢挪出来，而且不知为何身体好像越来越弱。师妹真是闲情雅致，如今师父失踪了，竟然还有心情在这里泡澡。还是说师尊他老人家已经被你给藏起来了？说罢奈西直接从身后把星野兰给抱了起来，企图从水里看到我的踪迹。奈西内心想要挣扎反抗，却不知为何身体使不上一点力气。我在水里使劲拽着星野兰，生怕被奈西抓回他的古堡调戏。殊不知此刻我自己就是一个行走的母猪也疯狂。我说星野兰，我们俩好歹也是相亲相爱的师姐妹，你一个人独占师尊就有点过分了吧。星野兰忍着燥热朝奈西瞥了一眼，什么占不占有，凭师尊大人的法力，我们怎么可能抓得住他。奈西闻言一脸戏谑凑了上来，你还在这里装什么糊涂？我们这些徒儿里有几个不想独占师傅？还有什么师傅的法力？他早就已经法术亏空，变成小女孩的模样，连变都变不回去了。星野兰刚才还没来得及测试完毕，没想到在奈西这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他一着急，两条腿夹得更紧一些，眼看嘴里的那口气就要憋不住了，我贴上星野兰的肚脐就吹了进去。星野兰实在憋不住了，娇呼一声。不料这细微的小动作还是被奈西看出了端倪。我说师妹啊，不如你就把师傅交出来，我们俩一起调教也不错。就在这时，星野兰的理智已经被蒸发的所剩无几，下一秒他就猛地跳出水面，一把拉住了奈西的衣服。措不及防之下朝奈西的小嘴就亲了上去，奈西反应过来立刻就挣脱开来。星野兰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道自己都在做些什么吗？这时奈西也察觉到了一丝异样，平时的星野兰一直都是温和寡淡的模样，不可能用这种手段来逼退自己才对，而且她现在这一副不对劲的样子为什么有点眼熟啊？我勒个豆，这不就是魅骨感染时候的体征吗？下一秒奈西就一脸邪笑的朝水池看去，我的宝贝师傅，你果然就躲在这里。见状我险些把嘴里剩的气都喷了出来。星野兰闻言也立刻恢复了一些理智，作为光明神在人界的化身，不料却突然法力亏空，变成了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白毛小萝莉。本以为含辛茹苦带大的徒儿能让自己安心养老，却不料这两个逆徒都是想要调教我的病娇痴女。奈西注意到星野兰这魅骨感染的体征，立刻就凑到了水池旁边狂笑，我的宝贝师傅竟然敢躲到别的女孩子身下，我必须把你带回去调教成听话的师傅才行。我看着奈西朝前方不断探索的咸猪手，心头一颤，抱着星野兰的大长腿都更紧了紧。这下惨了，要是给奈西逮住就遭老罪了，星野兰你必须保住为师才行。奈西俨然一副奸计得逞的模样，心想这下就算是星野兰也无计可施了。可就在下一秒，奈西表情就僵住了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在这里？明明刚才气息锁定就在附近才对。星野兰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邪魅笑容，只见我的身体在水中急剧缩小，而后就化作了一滩水人的模样，说是在水中完全隐身了也不为过。没想到星野兰那些奇奇怪怪的魔法真能派上用场。师姐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我早就说过师父不在这里了吧？再者就算师父真被我找到，以我们俩的关系我还能瞒着你吗？星野兰松了口气，在转变我的形态之后，那种头脑空白全身燥热的情况明显缓解了不少。说罢星野兰朝着一脸狐疑的奈西继续说道，师姐既然这么关心师父有没有在这池中，不如我们一起下去看看。奈西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星野兰一把拖入水中，而后在不经意间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，一脚就把我踹到了水池深处。奈西气得攥紧了粉圈，自己刚换好的衣服现在又泡进了水里。星野兰一脸玩味的捧起奈西的脸，怎么样师姐，看清师父不在这里了吗？奈西急得想释放法术脱身，不料下一秒就被星野兰掐灭了。别这么急嘛奈西，我可算是明白了，明明师父就不在我这，你却偏偏要挑人家沐浴的时候过来闹事，莫不是奈西你对我有什么别样的感情吗？还是说师姐你这么喜欢窥看人家的身体？奈西被星野兰紧紧抱住，脸都红到了耳尖，赶紧给爷爬。星野兰，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大变态，就算我喜欢可爱的女孩子也不可能会看得上你这个痴女。奈西浑身狼狈的钻出水面，偷鸡不成还被星野兰狠狠调戏了一顿，表情比吃了两斤母猪也疯狂，还
还难受。可恶，星野兰怎么会说这种虎狼之词？还有刚刚他那副模样，明明就是媚骨感染的体征。说罢，他就留下一道分身，藏匿在这大堂之内。星野兰呐、啊，星野兰，骨子里就是个愣头小鬼，还想骗过我？门都没有。好了，星野兰，既然师父真的不在这里，那我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。不过本师姐还是得提醒你一句，师父现在法力尽失，又一个人在外面，你也清楚师父在外面的仇家不少吧？还请你多花点精力寻找他老人家，不要让他陷入危险。说罢，奈西砰的一声把门关上。星野兰仍存一些疑虑，师父明明是帝国最强传奇，怎么可能会突然法力亏空？不行，我必须亲自测试清楚。说罢，星野兰一把将我提了起来，趁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拿出一块法石贴在了额角。下一秒，魔石就完成了监测，各项数值都低得离谱，完全就是一个普通小女孩才有的战斗力。我说师父大人，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变成这样子了吗？躲在角落的奈西不禁嗤笑一声，区区一道残影都发现不了，还算什么高阶魔导师？还有我的宝贝师父，你果然就在这里。世界上最强的男人转性成为手无缚鸡之力的白毛小萝莉，不料却沦为了病娇徒弟手中的玩物。星野兰支走奈西之后，本以为可以独自享用师傅，结果奈西的分身就藏在暗处观察着星野兰的一举一动。宝贝师傅，现在可没有人打扰我们的二人世界了。我看着星野兰一副饥渴难耐的表情，不禁虎躯一震。星野兰，本师尊可没有丧失法力，一定是因为你那块破石头失灵了。星野兰看着我慌张的模样，反倒是更加兴奋。师傅大人，你可还记得在徒儿年幼时，您是如何教导徒儿的吧？当年师傅雷厉风行，对徒儿的屁屁可是一点都没有留手。这一份师恩清清楚楚地留在徒儿的肌肤之上，徒儿可是半点都不敢忘怀。没想到如今师父却变成了没有法力的小孩，那我这个好徒儿也应当做好教导师父的职责。说罢，星野兰轻松把我从水池里拎了起来。从今天开始，师父大人您就是徒儿我一人的玩物。结果就在这时，突然蹦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好啊，星野兰，我就知道师父被你一个人给私藏起来。星野兰指着奈西就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妖女不是早就离开了吗？”奈西闻言邪笑一声：“师妹，这是哪里的话？难道就允许你耍花招？我还不能留个心眼吗？还有，你刚刚说要独享师父，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”说罢，奈西迸发出一股魅惑之力，吻在了星野兰的额头。下一秒，星野兰的眼中就挂满了爱心。魔导师大人，您这些天一定很累了吧？让我们好好为您放松一下。星野兰的周围凭空出现了三个和奈西容貌一样的魅魔，随后用魅惑之力把她死死困在原地。那我就谢谢师妹为我照看师父了。还有你，我的好师父，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弱小的身躯在奈西的注视下瑟瑟发抖。星野兰，你听我说，上次我根本就不想逃走，可是那个勺子自己就挖起洞了。万物皆有灵，你应该知道的吧？奈西闻言朝我邪笑了一声，扭过头才发现逃跑的方向出现了一道水润。下一秒，奈西就被一股法力震退，从空中掉了下来。我堂堂人界最强男人，就这么光着屁屁摔了个狗啃泥？星野兰语气十分不悦，什么狗屁幻术？依我所见，这恐怕是魅族的妖术才对。没想到奈西你居然自甘堕落学习黑魔禁术，今天我就替师父清理门户，这个门你恐怕是出不了了。下一秒就有无数的水流冲向了奈西，奈西一个不留神就被束缚在了空中。没想到你这个痴女魔导师这么快就识破，精神上控制不住你，那我倒要看看这个你怎么破解。眨眼之间，无数条触手猛地钻出地面，一瞬就把星野兰缠绕捆绑起来。奈西邪笑一声，别以为这就完了，小怪兽全都给我出来，对着那个蓝头发的痴女给我咬上去。星野兰本就脱不开身，现在又被各个方向围攻，很快就失去抵抗，败下阵来。奈西身上的水牢也渐渐消散。我说二师妹，跟我比你果然还是差了点，没什么事的话我就把师父带走了。说罢，奈西拎着我就消失在了房间。星野兰见状暗叹不妙，如果奈西和魔神有染的话，师父就有危险了。随后他朝着门口大喊道：“圣殿修女全部集结，麻烦守在外面的修女立刻进来。”话音刚落，就有一位修女飞了进来，随后大门被一道熟悉的身影狠狠踹开。星野兰，你这个混蛋，快点告诉我你把师父藏在哪里了。天神化身的最强男人却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白毛小萝莉，在此等危急关头，病娇痴女徒弟也暴露出了各自的野心。本以为两个逆徒叛变就已经是极限了，结果半路还杀出一个失散多年的龙族少女。奈西刚推开门想要给星野兰一个下马威，不料眼前的一幕直接震惊女孩300年。星野兰为挣脱开触手，全身香汗淋漓，但还是摆出了一个相当不妙的姿势。奈西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特意跑回来看我的笑话吗？此话一出，奈西当场就怒了，什么唧唧歪歪的，你以为你这破地方我很乐意来吗？何德，反倒是你这小丫头片子玩的还挺变态，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居然喜欢偷偷躲起来玩束缚符，是在这里给我搞反差这一套吗？你也不想今天的事情被别人知道吧？乖乖把师父交出来，我就替你保密。也想耍花招？我知道师父就藏在你这里。星野兰看着眼前奈西一副呆呆蠢蠢的模样，简直和刚才拐跑师尊的奈西判若两人，而且原本浓郁的魅族法力也变回了熟悉的火系法力，再加上奈西刚从天台逃走又出现在正门，星野兰一时之间茅塞顿开，立刻发动圣魔法从束缚中挣脱开来。糟了，奈西出大事情了。奈西被这一吼吓得一脸懵逼，经过星野兰从头到尾的解释之后，奈西惊呼一声，你是说有人变成了我的模样然后把师父拐跑了？目前看来就是你想的那样。谁知奈西下一秒就充满智慧的贴了上来。星野兰啊，星野兰，你真当我是弱智吗？我看这是你瞎编乱造用来私藏师父的故事吧。星野兰看着奈西的蠢样咂了下嘴，看好了，这种恶心下流的魅族法术我怎么可能会去学。此话一出，星野兰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随后他就大步朝圣堂跑去。我这就下令骑士重兵把守关口，严查躲藏在路上的魅族。就在这时，奈西却叫住了星野兰，你这个蠢蛋，先站住，抓
住师傅的不可能是魅族。星野兰闻言一脸疑惑地转过身来，如你所说，那个伪装成我的妖女使用的全是魅族法术，可魅族不过只是一个低等种族，就算再强大也不至于练成连你都看不出来的幻化之术，有这种变身天赋的也只有可能是龙族了。星野兰看着突然变聪明的奈西惊出一身冷汗，难道是他师傅的第六个徒弟紫啸李树？比起这个龙族少女，星野兰也露出了无奈之色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他还是惦记着师傅吗？奈西闻言也陷入了回忆之中，十几年前魔族与人族正式开战，师傅作为天神的化身，再加上盛唐天使的帮助，很快就把魔族封印到了极寒之地。也就在这时，奈西的父亲把少女送到了弥加利身旁，作为魔族的卧底隐藏在弥加利的手下，即使出于私心不忍女儿在极寒之地受苦，也为了少女有朝一日能解开极寒之地的封印。但是奈西深知封印之战其实并非弥加利的本意，弥加利本是极力反对赶尽杀绝的做法，但是盛唐天使手握无可匹敌的压倒性力量，最后弥加利也只好被迫妥协。就在奈西执行卧底计划的时候，突然出现的第六位徒弟，在封印之战被遗失的龙族少女紫啸李树，师父心怀慈念，像收留我们一样留下了这个龙族孤儿。奈西身为异族，但从小就懂得如何隐藏自己，在他人眼中自始至终就是个人类的形象。但是紫啸李树不一样，他自幼就和人类大大方方的生活在一起，直到后来他身上的异族特征愈发明显，明明是素不相识的人类，却把恶意都强加在一名懵懂的龙族少女身上。虚伪的教会称他为人间的恶魔，绝不容忍任何一个异族生活在人类的世界。任谁都不会想到和平年代会存在这种恶劣的教会。师父第一时间就冲向了人群阻止暴乱，但是在紫啸李树的眼中，他只看到了师父站在人类的一方，甚至没有张开臂膀安慰自己，或是感受到巨大的背叛。那一天以后，紫啸李树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难道说紫啸李树是回来报复师父的吗？以为久别重逢会是温馨和睦的相拥，不料这个逆徒不仅伪装了自己的身份，还对我娇嫩的身子动手动脚，借口是检查身体对标售后服务。紫啸李树失踪了这么多年，结果刚回来就把师父绑走了。星野兰身为弥加利的二徒弟，自然不能坐视不管，我就是挖穿大陆也要找到他，区区一个龙族的小丫头还能翻了天不成？奈西闻言呵呵一笑，也不知道是谁连紫啸李树的变身术都看不穿，他要真想躲着你，随便换个身份就能在大陆横着走，就算你有通天的能耐又能怎么样？星野兰一听这话当场就急了，以这个当大徒弟的难不成要放着不管？我说星野兰，你果然还是像一个小鬼一样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师父现在虽然在紫啸李树的手里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师父身上的魅骨可是能不知不觉地造成祸乱，只要盯紧了最近发生问题的地方，师父的线索不就手到擒来了吗？此刻就在紫啸李树的府邸，一口烟气正正地吹在了我的脸上，我猛地从噩梦中惊醒。奈西这个逆徒绝对会因为我跑到星野兰身边教训我，不要带我看清眼前之人却当场愣住。小家伙你就放心好了，你的那两个徒弟现在抓不到你了。你不就是当时卖我假药的那个坏女人吗？你这个臭卖药的，我为什么会和你待在一起？紫啸李树淡淡说道，当然是来帮我的客人了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就是我伪装成你大徒儿的模样把你从圣殿里救出来的。听到这个解释我才恍然大悟，说来也是，能做出变身药的人，自己的幻化之术肯定也有一些造诣，不过这个臭卖药的我也就见过两次，为什么会大动干戈的救我出来？小家伙你也别害怕了，现在很安全。闻言我当场就怒了，你还真好意思说得出口，自从喝了你的破药水之后我就没有一天好日子，我之前明明说了要变个身份，你倒好，直接把我的性别都给变了，现在要我怎么面对我的列祖列宗？紫啸李树话没听进去两句，反倒是一脸兴致的凑了上来，居然真的可以完全变成女孩子，而且还这么完美。说罢他一脸戏谑的看着我说道，这不是变得很成功吗？至少别人在视觉上绝对认不出你。没想到我这悲惨的遭遇一点都没有引起这个奸商的自责，最要命的是你怎么还给我附加了天生魅骨的属性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一个小女孩家家的有多危险？紫啸李树闻言轻笑一声，好了，知道了，所以我这不是上门帮你售后服务了吗？结果我一个不留神就被他推倒在床。你先别着急，我检查一下就什么都知道。听到这句话我已经彻底绝望，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检查我的身体？我难道就不要面子的吗？紫啸李树发现魅骨印记完美的与我融合了，这初步证明了他的猜测是正确的。自从在大街上听闻弥加利法力流失的传言之后，紫啸李树就开始传播黑市贩卖变身药水的消息，他用幻化之术伪装成了店铺老板，果然逮到了一脸心虚的弥加利。弥加利也确实和传言中的一样，法力丧失到看不穿他的变身之术，于是他就交付了一瓶有问题的变身药水，但这并不是以复仇为目的，紫啸李树只不过想调查清楚师父法力亏空的原因。这时我也想起了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，这个臭卖药的竟然如此熟悉我的几位徒弟，那就说明他认识我的真实身份，如果这个家伙是仇家伪装的，那我不是危险了？在这危机关头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我只要在这时催动魅骨就能创造出一个逃跑的好机会，不过现在身上一点法力都没有，必须找到捕魔的办法才行。失散多年的逆徒把我转性成了白毛小萝莉，还把自己伪装成了神秘药水商店的老板娘，我对此毫不知情，但是对眼前这个非常了解我的坏女人起了疑心。为了摆脱被压在身下的窘境，我立刻开始寻找捕魔的办法。紫啸李树还在那里手忙脚乱地检查魅骨，我盯着眼前的两颗肉球心生一计。根据我学习魔法两年半的经验，修习之人都会在身体的某些部位储存应急的备用魔力，像她这样修成幻化之术的女修绝对就是一颗储魔神经，这时只要稍微使用咒语引导就能快速捕魔。说罢我就对着紫啸李树一口咬了上去，少女回过头才发现自己的法力似乎被吞噬了，果然
然知识就是力量。在紫啸礼术的震惊之中，我的周围炸开了一团粉色烟雾。变身两次之后，我也已经弄清楚，果然只要吸收了魔力，就会因为媚骨切换形态。虽然我也不想做这么卑鄙的事情，谁让这个臭卖药的这么神，但是这个形态之下果然还是有点羞耻。接下来你也要和那两个逆徒一样，不受控制的和我贴贴了。我看你还怎么控制我。不料身下的紫啸礼术在短暂的羞涩之后立刻清醒过来，原来你真的可以变成这个形态吗？闻言我当场就愣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应该变得奇怪才对吗？紫啸礼术识破我的诡计之后冷笑一声，随后两只脚丫紧紧锁在了我的腰间。迪迦利，你还真是天真啊，你的变身药水和媚骨都是我做出来的，我这个创造者又怎么可能会中你魅族诱惑的影响？下一秒我就被他压回到身下，刚好让我仔细检查一下媚骨发作时候的状况如何。经过探查之后，紫啸礼术才发现我身上的神格刻印已经被媚骨完全腐蚀，但是在他的印象中，师父明明就是圣天使的化身，对于一切邪祟魔法都有免疫效果，就算是法力耗损严重，身上还是会留存大天使庇护，不可能出现完全腐蚀的情况。眼下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高阶圣堂出事了，所以把师父和大天使的联系完全斩断，连同天使庇护和法力一并消失了。不过只要神格还在，就能继续调查高阶圣堂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想到这里，紫啸礼术才发现被压在身下的我此刻正在不停颤抖，他一脸慌张地询问道：“客人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个卖药的坏女人，你倒好，直接就免疫了。我可是一直在忍受媚骨发作，一转眼我就不受控制地把他推倒在身下。”不料此刻一楼的大厅之内走进了一名冒险者，男人带着抓回来的史莱姆王打算次日卖掉。结果史莱姆王在感受到媚骨的气息之后，瞬间兴奋起来，直接就冲破了铁笼向上猛冲，在前台小哥的震惊之中顶破了天花板，下一秒就出现在了我和紫啸礼术的面前。我操，这是什么东西，好恶心。史莱姆王朝着我的方向递来一朵粘液小花。紫啸礼术看着瑟瑟发抖的我说道：“这个史莱姆王，他好像在向你求婚示爱。”世界上最强的男人此刻却被史莱姆压在身下晚节不保，最可恨的是徒弟竟然还在身边袖手旁观。此刻圣殿之内，修女焦急地冲开大门：“大魔导师，不好了，城镇旅馆内一只史莱姆王突然发情暴走了。”旅店老板来圣殿请求支援。星野兰闻言当场愣住了，史莱姆王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发情？奈西反倒是露出了戏谑的笑容：“我的好师妹，你难道还不清楚吗？能引起这种骚乱的除了师父的媚骨还有谁能做到？”我一脸错愕地挡住自己的身体：“臭卖药的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和他连种族都不一样，这要怎么那个什么呀？”下一秒史莱姆王像是听懂一样，竟然直接变成了一个史莱姆壮汉的模样。我躲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大喊：“你别乱来啊，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。”怎料史莱姆王一副我懂的表情，随后再次变形成了一个性感萝莉的模样。我勒个骚当，你这个臭史莱姆，赶紧离我远点，卖药的快点救我呀。紫啸礼术闻言瞥了我一眼：“我早就提醒过你不要随便转变形态，如果你捕魔再过头一些，恐怕整个城镇的人都会被你勾引住。在奈西那边吃的苦头还不够多吗？”我一边挣扎一边扭过头来：“对了，你为什么知道奈西？我们俩应该没见过几次面吧？”紫啸礼术这才发现自己差点暴露，赶忙抓起身边的塞子递到我手上：“闲话就别说这么多了，再不赌上就要来不及了。”我怔怔地看着木头塞子问道：“什么赌上？这是要干什么？”紫啸礼术邪魅一笑：“当然是把上下都堵住了。不是你有没有搞错，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？”紫啸礼术随即解释道：“史莱姆可是无性生物，他很快就会用粘液让你窒息眩晕，然后把你强行控制住。等你完全失去抵抗力了，他就会把富有生命力的种子播撒到你的身体里，不出一个时辰就可以诞生无数的史莱姆宝宝。现在抓紧时间的话还来得及。”突然间，城镇外爆发出一股恐怖的火系法力，旅馆的整个屋顶都在刹那间被焚烧殆尽。“我的宝贝师傅，终于找到你了！想不到您还有这种闲情雅致，居然和一个史莱姆纠缠不清。”紫啸礼术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只手按住。星野兰凝聚出一团圣洁法术，随后直接拍入了紫啸礼术的身体内，一阵白雾散开，幻化之术也在此刻解除。“异族之女，你想对师父做什么？”西和星野兰本以为能够成功突袭紫啸礼术，却不料自己也被发情的史莱姆王困在粘液之中，岌岌可危，险些就变成小史莱姆的温床。星野兰一把就将紫啸礼术推倒在身下：“你这个异族，当初差点就毁了师父圣殿的名誉，现在竟然还敢回来用幻术拐走师父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别想再耍花招，就算同门一场，我也会动手杀你。”紫啸礼术闻言娇嗤一声：“师父都已经变成这副模样，你们两个没想着怎么解决，反倒是一直想方设法私吞。亏你还说的这么大义凛然！”我被史莱姆的粘液捂住了脸，根本听不清外面在说什么。只见奈西悄悄地走到我的面前，然后一把将项圈靠在了我的脖颈：“犯困子小鬼，在外面流浪两天就已经可怜的衣不蔽体，还是乖乖和我回去过好日子吧。”奈西一把拽起链子，想要趁乱把我带走，不料刚刚扛起来就被两人发现。奈西刚想回头看看是哪个没有眼力见的家伙，紫啸礼术就一脸冰冷地凑到星野兰面前：“你们圣殿整日叫嚣着到处抓获异族，可是就连他这么一个潜藏在师父身边的魔族都发现不了吗？”星野兰柳眉一蹙，突然就想到了师父被压回来时身上浓厚的魔神气息，不料奈西一脚踏出，直接就甩下了他手中的斩魔剑：“喂，你可别在这里挑拨离间，我可是师父收下的第一个徒弟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魔族？”紫啸礼术闻言怒斥道：“还要什么证据？你现在在对师父做什么？他是你的猎物吗？”奈西这才想起被扛在肩上的迪迦利，这下是有理都解释不清楚。一直沉寂的史莱姆王突然爆发：“
体型瞬间暴涨到一个房间的大小。你们这群卑鄙的人类，快点放下我的兽体！粘液从四面突袭而来，就连星野兰都被蓝色的触手困住，不能动弹半分。紫啸李树见状反倒是轻笑一声，差点都忘了你还有点用处。史莱姆王一气之下打算把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当成温床，奈西被粘液覆盖全身，一时之间恶心的使不出一丝魔力，星野兰也抽不出手来施展进化法术，只有紫啸李树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随后狠狠拽住了史莱姆王的胡须，想拿本小姐当温床，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龙族的血脉瞬间爆发，来自种族的降维打击让史莱姆王吓破了胆。紫啸李树满意的抱着我朝出口走去，并威胁史莱姆王好好处理星野兰和奈西，两位师姐你们慢慢聊，师傅我就先带走了。星野兰和奈西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紫啸李树的背影缓缓消失。就在这时，星野兰冷冷的朝奈西看了一眼，趁奈西不注意，直接就向他的尾部摸去。奈西，你怎么真的是魔族？星野兰和奈西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弥迦力，被紫啸李树领走嘲讽也就算了，还弄得浑身上下都是史莱姆王的粘液。紫啸李树使用传送魔法，直接带我消失在了王宫。不料这传送门竟然出现在这么高的位置，把我堂堂人界最强男人摔了个狗啃。话说回来，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？引以为傲的大徒弟竟然把自己绑架软禁起来，这也就算了，他身上竟然还沾染了魔神气息。明明小时候的奈西这么温柔可爱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还有我那个高贵典雅和蔼可亲的二徒弟，居然会用洗澡为借口把为师的衣服扒个精光，一副要把我生吞活剥的模样。我看这些逆徒通通都被魔神洗脑了是吧？要是为师的法力还在巅峰时期，也不会让这个最小的徒弟离家出走，现在还被圣殿背上了逃犯的罪名。这些徒儿打小就受我极尽严苛的教育，但是唯独只有紫啸李树这个龙族少女，我始终都是对她疼爱有加。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她的魔族特征也变得愈发明显，无法隐藏。就在我打算出声教训她别再使用这种肮脏法术的时候，少女却坚定地反驳我：这些触手也很可爱，当师父不在的时候，他们就能代替师傅来温暖我。直到那时我才发现，就连我自己对魔族法术的厌恶都已根深蒂固。那天以后，我更加不能对他提起身为师傅该有的严厉，许是自己内心的那一份伪善，让我想要把对魔族的亏欠全部弥补给这个孤苦的龙族少女。这样一来，似乎就能让我在那场灾难中获得一丝救赎。但我期盼的那场救赎终是没有到来，教会对魔族根深蒂固的恨意还是被强加在了无辜的紫啸李树身上。那时我已经被天使圣堂压迫得近乎窒息，再加上体内急速流失的法力让我心烦不已。但是为了紫啸李树，我还是坚定地站出来阻止骚乱。就在这时，紫啸李树拉住了我的衣角，少女满含泪水的双眸像是在祈求安慰，等师父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再去买一次糖果吗？因为烦躁，我只是着急的让紫啸李树躲到三徒弟的住处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少女那颗凋零破碎的心已经暗淡下来。平定骚乱之后，紫啸李树就像是蒸发在这座小城一样，再也没有音讯。我才开始痛恨自己没有在那一刻坚定的回应他的请求。如果一开始我能微笑的答应他就好了。如果我还是一身通天的修为，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团乱麻。此刻的圣堂之内，小修女向星野兰汇报，并没有发现包括奈西在内三人的踪迹。星野兰早就料到会是这样，只能愤愤地冲进浴室清洗污秽。真没想到又让他们给跑掉了。还有我那个笨蛋师傅，连紫啸李树这种拙劣的幻术都没有看穿，真的是气死我了。连我这多灾多难的一生，刚刚从三人乱战之中抽出身来，结果却误入了远古巨龙的巢穴，还在这里碰上了驻守洞穴的高阶人形魔兽，搞不好小命就要栽在这里了。想到这，我慢慢站起来，走向黑心药剂师。喂，你快点给我醒醒，不然我就一脸懵逼的被他向后推去。隐隐听到他嘴里不停嘀咕着不要。紫啸李树悄悄转过头瞥了我一眼，心想自己的样子应该没被我看到吧。我看着眼前的状况，当场愣住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一个小时前还对我上下其手，现在给我装什么矜持？爬着爬着就瞥见了地上的一枚金币，我还在纳闷这个地洞怎么会有这种宝。突然就看见了身后竟然有一整座金山，我去，难道说这里是龙族曾经遗留下的秘境吗？紫啸李树闻言拉低了自己的帽子，你认识这里吗？我愣了一下回道，那边的墙上不是刻着吗？一说到龙族就想到我之前的那个徒弟，小时候他告诉我过，龙族有一些极为隐秘的藏身地，只有龙族的特殊手法才能进入。小时候他最爱吃的就是小镇里的牛扭糖，每次在他烦恼的时候给他买一个，他就会开心的乱摇尾巴。紫啸李树努力压制着内心的情绪波动，心想没想到师父还记得这些小事。不过我听他说过，这个秘境好像布下了远古魔法禁制，不管什么魔法都会被压制无法施展。此刻的紫啸李树正是苦恼于自己的幻化术不能维持。想到这里，我才发现我的这个形态好像一点都没有被影响到，而且就连自己的性格都越来越像小女孩了。我不禁虎躯一阵，扭头看向那个黑心药剂师，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？把我带到这个地方又想做什么？能做出这种品质的变身药水，还能瞒天过海把我从徒弟手中带出来，你该不会是什么有特殊癖好的仇家吧？这样一来就解释通了。还不等我说完，就被盖上了一件衣服。看着手里的衣服，我又陷入了沉思。不是这个黑色的小妹妹是什么东西？我可是天使神的化身，怎么可能会穿这种东西？还是说你就是在等这个时刻，让我穿上特殊制服来满足你的癖好？那你真的是小瞧我了。我就是宁死也不会屈服的。还没等我说完，紫啸李树就已经自顾自地给我套上了衣服。真是的，在那边胡说八道什么？现在不好好穿衣服，以后下垂了怎么办？紫啸李树为了计划可以顺利进行，现在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只能对我轻声说道：出现在这里只不过是我的传送卷轴出了些问题，之前说的要帮你恢复法力也是真的。你可能会对一个陌生人感到不放心，但我告诉你，你恢复法力之后对我也有好处。现在就换成我来保护你了。此话一出，我也察觉这些肉麻的话好像已经在别的徒弟那边听过。殊不知附近已经涌上了大批蜘蛛，一道空灵的声音飘荡过来：小哥哥，你一个人出现在这种地方，会不会不太安全啊？
闻言我瞳孔一震，你怎么能看得出我的原本状态？只听这个猪女冷笑一声，当然了，看穿人类还不简单，毕竟我有不止一双眼睛，就算你藏得再深我也能看得一清二楚。此刻最紧张的莫过于紫啸里树，因为眼前之人能一眼看穿弥加利的变身，会不会连他的身份也要一语道出？来了，紫啸里树为了隐藏自己当场与蜘蛛娘啃了起来，但真实身份最终还是暴露。小蜘蛛盯着我的身体越发好奇起来，看起来虽然是个娇嫩的萝莉，但其实却是个货真价实的男人，而且还是个天使曾经居住过的躯壳。没想到我在这家伙的面前毫无隐私可言，随即问道，这不是龙族的秘境吗？蜘蛛娘闻言当场笑出了眼泪，龙族不是早就被你们驱逐到极寒之地了吗？倒是这一堆宝物变成了我勾引猎物的陷阱，再加上这里无解的魔法禁制，所有擅闯进来的人类就像食物一样源源不断的送进来。这下我才看清了，溶洞之上竟然密密麻麻全都是丝茧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凌厉的剑锋闪过，蜘蛛妖躲闪不及，瞬间就被削断了几只头，随即又被紫啸里树一脚踹飞出去。区区一个化形不久的蜘蛛魔物，再敢出言不逊，我就立刻杀了你！不料眨眼间，蜘蛛娘的伤口就肉眼可见的愈合了。你们是不是忘了，这里可是我的巢穴？下一秒，无数道蛛丝倾泻而出，就连紫啸里树都被紧紧包裹起来，更别说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废物。只见蜘蛛魔物一个闪身就推倒了紫啸里树，总是遮遮掩掩，不想让人看清楚模样。我今天非要打出你的原形，这突如其来的壁咚把我看愣在了原地。虽然是在侧面，但我也注意到这个黑心药师的发型竟然变了，难怪会一声不响的进入这里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你应该是个龙。不料蜘蛛娘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紫啸里树托起了俏脸，当着我的面就啃了起来，这让我一个纯情小萝莉看懵在了原地。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居然还有这种闲情雅致？只见紫啸里树在我看不见的角度凶恶的盯着蜘蛛娘，你要是再多说一句话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，知道了吗？蜘蛛娘被咬住了脸蛋，只能满口答应着没问题。这时我才发现，这个黑心药剂师竟然长了条尾巴，而且还是带着龙鳞的那种。不料蜘蛛魔物一边在妥协，一边又举起了锋利的毒刺。见状，我立刻出声提醒药剂师小心身后，但毒刺还是在一瞬之间贯穿了紫啸里树的胸口，随后被蜘蛛娘一个甩尾扔飞了出去。哈哈哈，这就死掉了吗？居然敢把自己的后背赤裸裸的暴露在敌人面前，接下来就是你了，天使的躯壳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寒芒径直架在了蜘蛛娘的脖梗处。紫啸里树冰冷说道：“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你就别想碰他一根手指。”黑心药剂师的眼神瞬间把我带入了回忆之中，这个眼神绝对是紫啸里树，我不可能会记错。自温柔可爱的绿毛小萝莉，却是名副其实的萤火精灵女皇，也是六个徒儿中最腹黑魔人的小变态。但是为了拯救重伤的李树，我只好硬着头皮向温蒂的领域走去。走出山洞之后，夜幕已至，紫啸李树腹部的贯穿伤已经止住了血，但气息还是越发虚弱了起来。我轻抚着这张稚嫩的面庞，再怎么说她也只是个刚刚成年的龙族小丫头，为了救为师把自己伤得这么重，还好这个破地方草药多，姑且是让伤口止住血了，明天再寻去处好好治疗一下。就在这时，怀中的李树突然轻语了一声，随后朝我的身上贴了过来，嘴里迷迷糊糊的念叨着：“师傅，我好冷。”我一个不留神就被他推倒在地上。这个时候说冷，难道是伤口出现感染了吗？我害怕触碰到他的伤口，只能暂时任他摆布。终于紫啸里树慢慢的恢复了意识，突然就想起了自己在秘境时不停的暗示自己的身份，而且刚才好像迷迷糊糊的喊了几句师傅，这下该不会彻底穿帮了吧？我看着紫啸里树着急又紧张的模样，再加上他这段时间总是在刻意隐藏自己，我害怕这孩子突然被揭穿后意识过激再伤到自己，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，一把推开紫啸里树：“你这个卖药的，醒了就别和我贴这么紧了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呢。”见我一直在捯饬草药，对自己的身份只字不提，紫啸里树只能硬着头皮颤声问道：“你不认得我吗？”我站着，刚刚捣碎的药液轻轻涂抹在紫啸里树的伤口上：“你不就是欺骗我的那个无良药剂师吗？不过你倒是长得蛮像我的一个徒儿，害我差点就认错人了。说起来，要不是因为我，那个徒儿也不会离家出走了。”紫啸里树闻言内心泛起了涟漪，或许那个徒儿不是因为你才离开的呢，如果是你亲手带大的徒弟，肯定也能理解师父的不易，况且或许你这个当师父的也是他唯一的亲人了吧。一个已经长大的徒儿不声不响的离开，也可能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些不得不去做的事情。我盯着眼前这个懂事的让人心疼的女孩叹了口气，随后把刚才偷偷做成的扭扭糖递了上去：“我的那个傻徒儿最喜欢吃这种植物做的糖果了，我看你长得和我徒儿这么像，应该也会喜欢吧。乖，吃了就不疼了。”看着我一反常态的模样，紫啸李树已经认定我发现了他的身份，只是没有出言拆穿，就好像小时候和师姐一起背着他做坏事，他明明什么都知道，但却从来没有戳破，只是默默地收拾着残局。我轻轻抚摸着紫啸李树泛红的脸颊，既不想被我拆穿，却又暗示我自己的身份。果然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你说过要帮我恢复法术的吧？接下来我可就靠你了。突然一道疼痛打破了美好的宁静，紫啸李树捂着小腹露出痛苦的神色。我俯下身子才发现药草还是没能抑制住这么大的创口，紫啸李树现在就得接受治疗。只见少女颤抖地看着我说道：“去温蒂那里吧，离秘境最近的就是她的森林了。现在奈西和星野兰都想抓我们，只有那里还算安全。”殊不知另一边的温蒂早已接到了星野兰的通讯，让她留意紫啸李树身边带着的一个天生媚骨的小萝莉。温蒂闻言却露出了难以捉摸的坏笑，只有我才知道这个徒儿是个真正可怕的魔人精。机关头，紫啸李树冒着暴露的风险为我挡下毒刺，重伤之后仍不忘护在我的身前，这个眼神让我确认了眼前之人正是我最小的徒儿紫啸李树。下一秒，紫啸李树就被蜘蛛魔物扼住了脖颈，以这个连自己
种族都保护不了的废物，现在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威胁我？正好我还没品尝过龙肉的滋味。这时蜘蛛魔物听到一声咆哮，扭过头去，看着自己的徒弟被人伤成这样，我已然双目血红，怒意狂发。蜘蛛魔物一把松开了奄奄一息的紫啸礼树，随后一脸戏谑的看着我，我就是现在杀了他，你又能怎么样？身上毫无灵力的废物也敢大放厥词。此刻我牙眦欲裂，但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。为什么在这种时候我都不能出手护住自己最小的徒弟？紫啸礼树颤抖的向前爬去。蜘蛛魔物说的没错，我现在只不过是个毫无灵力的废物，就是想要挣脱身上的蛛丝都做不到。下一秒，紫啸礼树竟然把长剑丢到了我的身前。蜘蛛魔物见状，一把拉住了紫啸礼树的头发，按在地上，随即便听到他虚弱的喊到我的血。这一刻我才想起，龙族的血液可以压制任何种族的机能，现在沾满龙血的宝剑就是最后的机会，差一点点就忘记这个世界不只是有法术。我猛地向后一仰，切断了束缚在身上的蛛丝。就算这副身体孱弱到何种地步，我身为剑术大师的浑厚经验也不会消散。蜘蛛魔物看着我，只是冷冷一笑。他不觉得我这个废物能改变点什么。我弥迦里什么都可以失去，但是唯独伤害我徒儿这件事情绝不允许。下一秒，我便握紧剑柄冲了上去。只要心中信念不倒，就算是最弱的我也可以轻易将你击败。一道冰冷的剑芒划过了蜘蛛娘的脖颈，鲜血随即喷涌而出。蜘蛛娘或许到死也不敢相信，竟然是我取走了她的性命。在她没有正眼看我的那一刻起，这个结局或许已经注定。我凑上前去，轻轻抚摸着这张好久没有见过的脸庞。真的是你，我最小的徒儿李树。此刻失去主心骨的蜘蛛群突然涌了上来，我挥动长剑，发出一道破空之声。区区吓得魔物还敢靠近，再往前一尺，我便灭了你们全族。蜘蛛群被吓得瞬间四散而逃。我扶着昏厥的紫啸李树，在幽深的洞穴之中寻找出口。我最小的徒儿，你究竟还有多少秘密在瞒着我？本仪式的萤火精灵女皇温蒂，竟然是一个傲娇的奶油泡芙小萝莉。明明不想直面这个生性顽劣的可恶小鬼，但为了拯救受伤的李树，也只能出此下策。真的是，虽然贵为精灵族的至尊，但却像个难以控制的变态痴女一样。李树一直在安慰我没事，可这些记忆总是让我隐隐感到不安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婉转的声音传入耳中：“师妹，你终于是来了。”说罢，温蒂竟然还朝着我的方向投来了一个不可描述的眼神。卧槽，这个小鬼是怎么回事？该不会发现我了吧？只见温蒂一把牵起了紫啸李树的小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这么不小心伤成这样？伤口没发生感染吧？紫啸李树寒暄一阵，才想起介绍我的身份，这是我刚认识的一位好友。不料话还没说完，就涌上来数位精灵女仆将李树扶住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已经为你安排了最好的治疗方案。至于你的这个小鬼同伴，我也会帮你好好照看的。说罢，紫啸李树就一脸懵逼的被众精灵抬走，只留我一人在风中凌乱。我一脸疑惑的问道：这个流程会不会有点太快了？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。温蒂轻笑一声，看向我道：你个小屁还懂什么？这就是姐妹情深。下一秒我就被温蒂牵着跑了起来。只见她用一种不太对劲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：小鬼跟我走吧，接下来本王亲自安排一下你的住处。这个可恶的眼神一度让我怀疑是不是已经被她发现了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运花的马车从我身旁疾驰而过。根据我对精灵族的了解，这种布置应该是结婚用的才对。想到这，我就询问起温蒂：女王殿下，请问这是有精灵王室要举办婚礼吗？温蒂支支吾吾的回答道：应该是吧。心中却在暗叹，居然被她发现了。神秘的精灵族会通过魔法契约成亲，只要在神树之下许诺誓言，两人的灵魂就会被魔法捆绑在一起。就算两人之前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之后也会因为魔法契约的推动下疯狂迷恋对方。而且精灵族的诞生也是由神树孕育而出，所以同性结婚也是合理。温蒂一脸坏笑的把我带进一间卧室，随后一腿横跨在门栏之上问道：我很好奇你和我家小师妹到底是什么关系，该不会是情侣吧？闻言我差点喷出一口老血。殿下您真是说笑了，以你所见我就是一个小女生。只见温蒂拿出一封密报慢慢念了起来：我最近可是一直收到大师姐和二师姐的消息，说让我好好留意紫啸李树身边的那个小女孩。既然你也不是紫啸李树的重要之人，那我也就可以毫无顾虑的把你交出去。这个消息简直就是一道晴天霹雳。下一秒我顾不上什么尊严，直接就跪了下来：女王大人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收留了我，我希望能在这里受到您的庇护。温蒂闻言露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盯着我道：你这个小鬼留着又有何用，总得体现出一点价值才行吧，我这里可不养闲人。说罢温蒂缓缓脱下了自己的鞋子：今天为了迎接你们两人，我的脚脚可是在高跟鞋里跌了一整天，来吧，让我看看你能怎么处理。我一脸懵逼的看着事态的发展，只见温蒂毫不留情一脚就踹了上来：真是个小杂鱼，快让本女王好好感受一下你的价值。